再请 one, two, three。Oh,
對主啊，我哋真係感謝你，因為你應許在人生每一段窄路，你都與我哋同行、同走、同我哋一齊經過。你甚至數過我哋嘅頭髮，我哋感謝你，你嘅大愛係無微不至。讓我哋每一位都能夠即係從內心入邊感受到神你自己一直都係在我哋嘅身邊。多謝你個眷佑，多謝你個愛護，多謝你個保守。你從歲首到年終，從早到晚，都用你不打盹、不睡覺嘅眼睛看顧我哋。冇錯。誰能看顧呢？是你一直看顧我們的話，求神幫助我們，我們知道你是一位最知道、最認識我們的人。你為了愛我們，甚至賜下你自己子，我愛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你甘願甘心地為了我們的罪走上十字架，擔當我們應受的過犯罪惡，因為你所受的鞭傷使我們得到醫治，因為你所受的痛苦叫我們得到平安，因為你所流出的寶血我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多謝你，你不但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你從死中復活勝過死亡，叫我們每一位都能夠因信你而有永恆生命，有永生的盼望。我們真的求主你自己繼續給我們的內心找著你這位神的大愛，叫我們能夠活在神的愛之中，求你幫助我們，叫我們日日都行在你的光明之中，因為你是一位最愛我們、最認識我們的人。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阿門。第二首的詩歌，快樂
啊，你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你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我哋好多時候都唔知道乜嘢點解啲事情會在我哋身上發生，但我哋相信神你有你自己嘅計劃，你亦都有你自己嘅美意，讓我哋真係耐心嘅等候，用信心嚟仰望呢位愛我哋嘅從始成終不改變嘅主神。你始終帶給我們的乃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你的恩典一定不會救我們樣，讓我們的手放在你大能的手中，讓我們的腳行在神你自己的旨意裡面，就讓你一生帶我們走我們前面的道路，因為你在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你自己的計劃。巴不得神啊，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将今天的时间交托，愿神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你是一位爱我们的主。你曾经应允我，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也不吹灭。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从始成终，永远不改变。求主你自己就同我哋同在，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最後一首就係壓傷啲蘆葦，給它折斷。一首歌係短歌，係蘇佐揚將聖經嘅説話寫成一首歌，係一個好有安慰嘅詩歌啊！呢句説話喺出現在以賽亞書，耶穌基督亦都重新又講過呢句説話。有邊個聽過唱緊首歌嘅？舉手啊！啊，好多人都聽啊！
你求告呢，我就不應許；你呼求呢，神話我就在這裡。今天的聖經呢，是58章的全章的聖經，一章聖經一共有14節的聖經，請你先聽我讀一次。58章的第一節的說，聖經說，你要大聲的喊叫，不可止息，揚起聲來，鼓杖吹角，向我百姓說明他們的過犯，向雅各家說明他的罪惡。他們天天尋求我，樂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義的國民，不離棄他們神的典章，向我求問公義的判語，喜悅親近神。看這班人是否很熱心、很愛主、很追求。第三節的時候，他們說我們禁食，你為何不看見呢？我們刻苦其心，你又為何不理會呢？看啊，你們禁食一日子，這句話是先知亦都是神所說，你們禁食的日子，然後離益勒迫人為你們做苦工。這班人禁食祈禱，神聽神看呢，原來呢神話你們禁食的日子是自己求離益勒迫人為你做苦工。第四節話，你們禁食卻互相的爭競，以兇惡的拳頭打人。你們今天的禁食不得使你們的聲音聽聞於國。神好清話，你的禁食我不會聽的。第五節話，借用的禁食豈是我所揀選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麼？豈是叫人垂頭上為止用麻布和爐灰鋪在他以下嗎？你這可稱為禁食，何謂耶和華所預立的日子麼？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勒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截斷一切的壓魔。第七節話，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人，將漂流的窮人接到你們家中，便切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靈率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麼？這樣你的光必發現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的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的面前行，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第九節啦，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那節的聖經。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即是神話，必應允；你呼求呢，他必說我在這裡。然後下面講，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造惡和指責人的指頭，並發惡語的事，請大家注意，紅色的那個約字是你約，這個是第一個約。然後第十節是第二個約了，你心裡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十一節，又話入邊時常引導你，在干旱之地使你的心滿意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源主，又像水流不息的泉源。十二節話，那時那些以你的人，那些以你的人必收造久已荒廢之泉，你要建立拆毀履代的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修壟的極路徑的以人居住。然後十三節第三個約話，你若在安息日調轉屈坐謹慎，你的腳步在我的聖日不以操作為喜樂，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稱耶和華的聖日和可尊重的，且尊敬這日，不辦自己的私事，不隨自己的私意，不說自己的私語。五十四節的話，你就以
耶和華為樂，耶和華要使你承擔地的高處，這個是神給我們的應許，又以你的種雅各的產業養育你，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是我們的神親口應許的說話。你求告神必應允，你呼求呢，神話我就借着你借你。嗱，呢句説話頭先我哋讀賽話書五十八章嘅，似乎係出於先知個口，係先知俾咗我哋一個好明確嘅應許。其實呢句説話唔係先知講嘅説話，事實上係呢位信實嘅神自己俾我哋嘅應許。神話你求告我，我就必應允你，你呼求呢，神話我就在借。但是很多時候呢，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呢，我們發現到雖然我們很懇切的禱告，很迫切的呼求，但是神似乎是沒聽沒回應。為什麼呢？為什麼會神會不聽？為什麼神不回應呢？是不是我們這位所信的神年紀老大了，老到呢他老眼昏花，看不見我們人的需要，是不是他老到耳朵發沉了，已經聽不到我們的呼聲了，是不是老到他的手臂都縮短了，無力再做工了，是不是？今天的聖經就讓我們看見為什麼人的祈禱神不聽，為什麼人的祈禱神不聽，什麼人的禱告神不聽，什麼人的禱告呢神是不會聽的。原來呢，人的祈禱神聽不聽和我們這些所謂禱告者的心態和我們的動機呢是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今天我們所讀的一章的聖經以賽亞書的五十八章呢，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如果我們的禱告，我們的祈求神不聽，神不應允，神不是這位信實的神，失信了。其實信實是不失信，不是信實的神失信。事實上我們的禱告神不聽，不是人的問題，不是其他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所以今天我們每一個人，我們自己都要好在神的面前好好地自己省察，為什麼我這麼多年的祈禱，這麼懇切的祈禱神不聽呢？今天的經文裡面都給我們看到當時的百姓是怎樣祈禱呢？聖經說他是禁食祈禱。我們有沒有禁食祈禱過？有嗎？沒有啊？有些人有的，香姐有沒有啊？你都沒有啊？有些很多時候有些很多人都是禁食祈禱。當時的百姓是禁食祈禱，你知道所謂禁食祈禱是表明什麼呢？你禁食祈禱，為什麼你要禁食祈禱？表明你的內心很懇切很迫切，是不是？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義有價值，使到人可以蒙大恩蒙大福的祈禱的方式，是代表那個祈禱的人的內心是那種虔誠，那種迫切感，迫切到我不吃都不吃，我只是專心專一在神的面前仰望，向神來發出呼聲，向神來祈求。那這麼迫切的祈禱，這麼恆切的祈禱，為什麼神不聽？為什麼？今天的聖經都讓我看到很清楚，神聽，原來呢神說呢，你們今次的日子啊，研究求利益啊，逼迫人為你做苦工啊。你看到沒有，這班人今次的人當然是憂憂愁愁的，沒有吃東西嘛。但是你看到這班人有著很敬虔的外貌，但是卻沒有敬虔那份的內心。我們說是他們知行不一，言行不一，心念不
姊妹啊，外面同你個裏面完全唔相。事實上，呢班人所謂喺處禁食，其實扮成禁虔誠喺度嚟扮嘢，喺處嚟做戲啫。好啦，第二咧，神又話我呢啲禁食咧，卻無心嘅爭辯，以兇惡嘅拳頭嚟打人。禁食啦嚇，冇食嘢啦嚇，你都餓啦，係咪已經餓到點樣啊？有氣無力啦嚇！哇，有氣無力，然後充滿著暴力喎、啊。用拳頭打人喎、哦！嗱，如果你想想，如果你冇禁食嘅時候，你點樣啊？哇！真係仲打得人更加兇惡啊！所以你睇下佢哋，根本上呢班人就係喺處做戲，頭先講嗰一班嘢。嗱，我哋試一想下啦。頭先我睇到兩個原因啦嚇。如果你係做神，誒，你做神噶嘛嚇，你有權啦、啊。請問下呢啲咁嘅人所謂嘅禁食祈禱啊，你聽唔聽先？聽唔聽啊？喂，大家表明啊，聽唔聽先？你都唔聽啊，連你都唔聽喎、啊！你想下啊，呢位所謂聖潔公義嘅神，佢會唔會聽？你都唔聽啊！你想呢位無所不知嘅神，無所不了解嘅神，睇到你嘅內心嘅神，會唔會聽你嘅祈禱咧？以賽亞書十五十八章嘅九至十四節，嗱呢度先知咧提到三個嘅約字，頭先我好特別指明，係個特別用紅色嘅字俾大家睇到啊。嗱呢三個嘅約咧係神對我哋每一個人嘅要求，係啊，即係話咧，你若肯咁樣做，你若肯咁樣行咧，我哋嘅禱告神就會聽。你呼求咧，神啊，我就會應允，我就在借你。嗱，神佢對我哋嘅要求係乜嘢咧？第一個約，你若從手中除去醋鴨和指責人嘅指頭，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咧？就係咧，唔好自以為然，自己自以為但我最好啦，係我啦。開口就係教訓人，埋口又係教訓人，手指篤篤就係指責人。兄姊妹，請我哋自己審查下。啊，古希臘咧有個一個咁樣嘅神話，係講到有一位名叫做納西蘇斯嘅仙子嘅小仙子咧，佢好自負，佢自己自命咧係天生俊美無比。所以有一日咧，佢企在呢個水池個旁邊，喺個水池個倒影入邊咧，睇著自己嗰個面草，啊，不斷喺度自我稱讚，哇！我真係英俊，我生得真係靚。咁啦，係啦，呢個所謂嘅神話咧，最後俾我哋個評語咧就係咁啦。呢種愚蠢嘅行為，竟然嘅傳流到今天。啊、我不知道你明唔明白呢個所謂神話，呢、這個所謂嘅神話嘅意思。嗱、啊，呢、這個 narcissus 呢個字咧，就係、是、今日 narcissus 嘅自大狂嘅字根。其實呢、這個人以為俊美無比，以為自己好靚好好咩？唔係啊，不過係自高自大，以為了不起啫。嗱、啊，今日人嘅心態都係啦，我自己最靚，我自己最好、啊別人都醜怪微微，我自己最聖潔，別人都係罪人。呢啲好多時候都係我哋咁，我哋認為自己係最好，似頭先個小仙子咁樣，哇！我係最美、最靚、最英俊噶啦。啊，呢個係自大之狂啫。事實上咧，我想問今日咧，每一個人我哋都要自我嘅反省下。其實點知冇人請我哋自己睇下？我哋每個人企喺神嘅面前，就算到今日啊，我哋都係一個罪人啫。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都有好多好多嘅軟弱。人睇到我哋軟弱，只不過你自己冇睇到。只不過喺神無所不知嘅眼中，我哋真係一個罪人，係好有到好多軟弱嘅。我哋並不比人好，比人聖潔嘅。我哋真係要求神嚟對付我哋嘅罪，嚟更新我哋嘅生命。人一般上的常態都是
對己歡迎，就對人係。我哋常常睇片咧，都係別人眼中一個小小嘅條刺嘅，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卻睇唔到我哋自己眼中原來一隻好大好大嘅羊毛，即係睇到人嘅不是，從來唔睇到自己有咩唔對嘅。人一點點嘅錯失，我哋就千追萬打，一點都唔放過。所謂嘅有殺錯就唔放過。但係對到自己咧，我哋常常都係咁樣原諒啊，即使係錯咗啦，甚至係大錯都唔講出有啲咩問題。呢個係人一般上嘅常識咁樣。曾有一個人咧，去請教印度嘅大哲學家泰卡爾，佢就問咗三個嘅問題。佢話：大師啊，我請問下。第一個問題，乜嘢嘅事最容易做？第二個問題咧，乜嘢嘅事係最難做？第三個問題咧，乜個力量係最大？嗱，如果你係呢位大師，請問下你點答？咩事係最容易嘅？乜嘢事係最難嘅？咩力量係最大嘅？如果俾你答，你點答咧？哇！呢位大師咧真係好有智慧，答得非常好。啊，佢話咧，乜嘢事係最容易做咧？你認為咧？佢點答啊？批評人、指責人、鬧人最容易。我仲想問下自己，我係咪咁先嘅？當你睇一個人嘅時候，你係咪咁先？咩事係最難做啊？你話？咩事最難做？認識自己個過失，自己個過錯最難。乜嘢力量係最大嘅？咩？係你都達到一點，愛嘅力量、饒恕嘅力量、赦免嘅力量係最偉大嘅。嗱，我真係好佩服呢位印度人。印度人真係一個好，都係同中國人乜古老大國嘅連結，真係好有思想。佢哲學真係非常非常，其實咧呢三句回答咧都係符合咗聖經自己嘅話語嘅。想問下你，如果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同神建立咗一種最密切嘅所謂嘅生命嗰個聯繫咧，一個人如果係心中有神嘅話咧，我哋個眼中。中咧就一定會有人嘅，人如果曉得愛神咧，就必定曉得愛人。敬愛神嘅話，佢就一定會尊重神所愛嘅人。嗱，我請大家再注意喺心中有神，眼中就有人。我哋若愛神，就必會愛人；敬愛神，就會尊重神所愛。心中有神，我哋嘅生命就有咗神嘅爱，有咗神嘅爱咧，佢就能够凡事都包容，凡事都忍耐，更会随便随意去指责人。今日先知咧就提醒我哋，叫我哋要除去指责人嘅指头。在讀者文集《Reader Digest》，我曾經讀過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就講到有一個丈夫一直都在懷疑自己的太太的聽覺是有問題的，所以他就想出一個怎樣來去試驗他太太聽覺的問題。有一天他就太太走一次，他就故意走在後面，就在處大聲地叫他太太，太太冇答，佢就更大聲叫，個太太都冇答佢，再大聲叫，個太太都唔答佢。哇！我呢個佢真係個兒仔有病，佢真係聾噶啦。咁啊走到佢個耳邊大聲話：我叫你三次，你都冇答我啊！個太太話：我已經答咗你三次，邊個係聾噶？丈夫聾咧，就係太太聾啊！其實，佢丈夫
自己嘅老啦，佢太太有問題，係丈夫有咗問題啊。咁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咁嘅，你以為就係、是、你以為而家錯我自己係啱，你姊妹又係，結果發現到咧唔係先，應該有問題嘅唔係太太，係佢自己。所以呢個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教訓就係、是，在我哋明唔明白一個事情真相之前咧，千祈唔好隨意就下判斷，或者隨意就去指責人。有一位嘅姊妹咧，對唔住啊，呢個都係我認識嘅人啦嚇，佢好想佢嘅太太信耶穌，啊，自己好肯切為佢丈夫嚟祈禱啦。咁咧亦都請教佢弟兄姊妹咧，為著佢個丈夫信主嚟祈禱。但係無論點樣肯切祈禱，佢個丈教會嘅弟兄姊妹點樣嘅祈禱，咁多年嘅丈夫始終都唔肯信喎。咁啊，點解個丈夫咧唔肯信咧？你以為點解丈夫唔肯信？係聽下個丈夫啦，點樣話咧？原來咧呢位太太咧，雖然佢係基督徒，啊，佢喺教會都相當係熱心嘅，但係個性格咧真係非常嘅暴躁，脾氣就更加壞。呢位丈夫啊，真係受盡佢個氣啊！所以咧，呢個丈夫就唔客氣，對呢啲人對佢講啦：你叫我信耶穌，跟你上天堂。你去東我就到西，你上天堂我寧願下地獄啊！我一生已經受夠你嘅氣啦，如果仲跟你上天堂，我永遠都會受罪啊！你上你嘅天堂，我都要落地獄啊！我頂住佢上啦！今日我哋係咪咁先啊？我做太太嘅人係咪咁先？或者我哋做丈夫人係咪咁啊？頂住！今天我們向人傳福音，不是你自己對主那種的福音負擔，你請人信耶穌你都很肯切為祈禱，但很多時候你發現到你始終都不肯信。請我們不要怪這個人 很難心，這個人貪愛最終的快樂，這個人對永生沒有關心。其實如果我們傳福音多，他不肯信我們自己先要檢討一下你同埋我自己嘅天正係點咧？對方係咪真係感受到你內心嗰份最真誠嘅愛心同埋關懷？請我哋記得，只有生命正能夠影響人嘅生命，亦都只有生命能夠改變人嘅生命，亦都只有生命。可以得着人的生命，我再讲，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改变生命，生命可以得着人的生命。即使即系话咧，如果我要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人、改变人生命嗰个所谓见证人咧，你同埋我本身一定要让神嚟改变我嘅生命，改变我嘅心。先要轉離惡行嘅，嚟歸向真神。只有咁樣，我哋嘅神先會垂聽我哋嘅禱告，叫我能夠成為一位能夠使人蒙恩得福嘅見證人。邊個時候，當你我認識或者知道我錯，我係一個罪人，神啊，我願意你來改變我生命。改變我的性情，神的應許就是這樣，你求好我就必應允，你呼求神話我就會在這裡。第二個約，你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飽足，你求告我就應允，你呼求神話我就在這裡。你看到沒有？如果我們以一個真誠的心去愛人、憐憫人、關懷人、周濟人，使飢餓者得飽足、渴者得渴、困苦者得到解脫，神就會按著祂信實的應許，垂聽我們的禱告，應允我們的呼求。請我們聽下神在第七節、第八節，即是以賽亞書28章的
所吩咐的说话，神怎么说呢？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们家中，见切身的给他衣服遮盖，顾恤自己骨肉而不掩藏，这样你的歌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扬，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你看到没有呢？这两节的圣经给我们看，如果我们肯做神要我们所做，行神要我们行的，这位信实的神的应许就是他会使到我们的前景更光明、更蒙恩、更得福。神今天将钱赐给我们，当然有了钱我们都可以改善我们生活的那个环境，但是如果钱只是使到你和我生活得更舒适、更享受，或者因为有了钱你向人夸耀你自己的财富，我想我们就真的太过自私自利，而且这个真的不是神自己的心意。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丰丰富富一无所缺，使我们富足有余的，就是有要我们要得去实践神的爱，去关心、去帮助、去周济那些贫乏困苦的人。那英国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个叫做 Food Bank， 你有听过吗？你们教会有做吗？都有啊，很多今日教會幾乎每一個教會咧就係做啊，甚至係個人都好多時候做，而且你喺每一間嘅 supermarket 入邊咧，都睇到有好多個箱啊，或者好多個籃啊，都放住誒，俾人家買咗啲嘢放落去嘅。呢個就係真係係一個真真正正實踐聖經教訓嘅種嘅做法，將自己有餘嘅去幫助嗰啲窮乏有需要嘅人。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会加倍的赏赐给我们。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是神对那些实践爱的人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这句说话怎么说呢？他说灵敏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我们原文人的就是借钱给神，他的事行呢又話必償還，真係一個非常寶貴嘅應許。你要得用愛心去愛人、憐憫人、幫助人，就係將錢借俾神。咁你嘅善行咧，神話我一定會償還。咁啊，當然啦，我哋睇到行善愛人咧，就係將錢借俾神。神個信息嘅神話，我一定會還翻俾你。你知道？我就請問下，今日我哋個個都係充足有餘，我相信在在座當中，我哋有幾多少人今日係為神、為人擺上、為神、為人付出？請我哋記得，所謂好人，你認為好人咩？所謂好人，好人唔係單單唔做壞事，好人又更加要做好事。不是單純做好人，不做壞事就好人，好人更加要做好事的好人。因為呢，人如果知道行事可以行呢，這個就是他做，這個是雅各書，而且入面最注重講行為的一本書，再給我們看到一句說話，如果你知道行先不行，就是他的罪。耶穌基督也很清楚說，我實在告訴你，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一個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做在我身上。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人要轉，要往永生裡面轉。耶穌基督說更加的嚴厲了，如果你們照常做神的話，做好的事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就不是做在我身上，是要往永刑裡面去。我覺得他主耶穌的話對我們說是很大很大的提示。實踐神的愛，使
傷心的人得安慰，飢餓的人得到飽足，飢渴的人得到渴，困苦人得到解脫。神的應許就是你求告呢，我就一定會應允，你呼求神的我就會再借。好了，第三個約呢，我希望大家都特別的注意，我希望大家都去實踐，最低限度你的實踐。一個你若在安息日調轉腳步，稱安息日為喜樂，可為可尊重的，你尊重這一日。我們今天安息日當然是那隻猶太人的星期六，所以我們今天所謂安息日，我們就是主日聖日的作日，我們將這一日當成是主日。你若在主日調轉腳步，稱主日為喜樂，可尊重你尊重這一日，神的應許說你求告呢，我就必應允。神賜給我們六日去做自己的工，做自己的事。主日是神，這一日是屬於神的，神要我們將這一日分別為聖，在這一日我們去敬拜祂、侍奉祂。我不知道當中有幾個人到過聖地去朝聖的，有沒有？有沒有？你都有去過，好幾個人去過聖地，有沒有經過安息日在聖地？有沒有？沒有經過啊？為什麼呢？你去了幾多天啊？你那裡去了一天而已，當然是自己經過安息日。你如果你去過聖地，就是安息日，你看看安息日，以猶太人的電梯有分成兩種，一種電梯是平常的電梯，一種電梯是安息日的電梯。但這兩種電梯有什麼不同呢？平常的日子的電梯是怎樣？日常的就不是很多東西按，你去幾多樓都行，是不是？你按幾多樓就去幾多樓。但安息的電梯是完全沒有按樓的，沒有那些樓給你按到哪層，即是說你無論住到五十層都好，你坐上去的安息日就一層一層都停的，不用按的。如果你住在最高層，你要坐到五十層樓，你停得不知道多久才去那裡。為什麼呢？猶太人啊，很尊重這天啊，連什麼都不可以做，按一按都不可以的。那我們做什麼？安息日主人你做什麼？開檔做生意，喂，禮拜日最好生意，你做什麼先？所以你看看神賜給我們的真的教導是很重要的。當我們很多時候遇到一些不清心不如意的事情的時候，我們一直很多時候我們都埋怨神，埋怨神什麼？神，為什麼你不理我啊？總之我請問一下，我們有多少時候去理一理神先？你有理過神嗎？你經常說神為什麼不理我？你有沒有問過神？神，我有沒有理過你啊？你根本上都沒有理過神，你叫神一直要理你。弟兄姊妹，很多時候我們根本就是什麼呢？心中沒有神，眼中都是沒有神的，心裡面沒有神，眼都是沒有神的。我聽聽下神怎樣應許給那些守安息日的人，尊神為大的人呢？神說我要使你成家地的高處，又以雅各的產業來養育你。哇，這種賞賜這種的應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是地位的提升，物質富足的提升。而且聖經特別的強調說，這個是耶和華親口說的，不是別人說的，是神自己的應許。有時候我們做牧師的人呢，有時候真的當然都是說關心就好，你說多事就好了。看到那些地獄會友呢，禮拜日沒來的時候呢，我們當然要問他啦。我剛才車上我們和崔傳道呢，我們都看到兩三個會友沒來的，兩三個家庭沒來的，那就快快脆send個 email 問他啦。哎，為什麼昨天沒見到你啊？那我最得閒有一個回音說，哎呀，我們在意大利旅行啦，他天日正回來，有些情有可原地去到旅行，但有一對夫婦呢就沒有有回音啊，到現在都沒有回音啊，不知道為什麼沒來。咁就大家都好掛心啦嚇，當然我哋係關心啦。咁啊，我哋常常問啦，點解主人唔見到你啊？你估下佢嘅答案係咩先？嚇？飲茶。飲茶，飲茶，好，主
捧场。有本上嘅答案都系讲话咩啊？唔得。哎呀，咁佢唔使答多嘛？我唔得，唔得你咯。好似咧敬拜神守主日咧，得闲就嚟，唔得闲就唔嚟。我希望你唔好咁样嘅态度啊。再正日咧冇所谓，主日唔主日，是得闲唔得闲嘅啊。主日冇话冇得闲唔得闲嘅。点叫聚会？呢个系神自己嘅诫命，我哋一定要遵守。所以我好佩服犹太人嘅，犹太人食安息日啊，我亦行过一里嘅路啊，一里嘅路都行。点解我知道咧？因为有一年咧，又唔知系啲咩特别个庆祝啦。咁啊，英国女王咧就请到各个好多嘅各宗教嘅领袖咧，去到佢嘅白金汉宫嗰时嚟参加呢个庆典啦。咁啊，当然我都唔知我点解要你请嘅，因为我呢个中国人竟然俾女王请咗去。咁啊，仲好多馬屁出嚟，佢哋哇要著衫，要點樣著嘅？阿師母要買頂帽，好似咪得。咁有一個猶太個拉比就嗰日冇嚟過，點解冇嚟咧？佢俾個原因咧就係、我去女王嗰個白金漢宮超過一里嗰度，我唔行得啊！唔使去咁遠，女王請都唔知道女王啊，因為呢個超過啊行一里嘅路啊。睇住我，你睇下佢哋猶太點樣嚟守呢個安息啊？我哋又點樣嚟對睇安息日？我求巴不得我真係俾我有好大嘅提醒。我又特別個強調尊敬呢日，聖經話特別強調尊敬呢日，唔好辦自己嘅私事，唔好隨自己嘅私意，唔好説自己嘅私話，要以耶和華為樂。嗱，我哋參加這個崇拜，我覺得主得閒就可以讀到三個福分，可能係我嘅主觀啦，希望你都。第一个，我哋翻翻嚟教会崇拜，叫我能够明白真道、信仰、进修。你翻翻嚟教会，你可以从圣经个说话啦、牧者个训诲啦、诗歌个信息啦，真系俾我哋可以摸到神嘅心意、神对我哋嘅期望、神对我哋嘅要求。神个说话真系使到我哋灵力开闸，跟信仰可以进修嘅。记得圣经好清楚话，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是要靠神自己口里所出的话。第二呢，我们可以蒙神来祝福，有神的帮助祝福呢，一定会使到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成功顺利的。圣经诗篇127篇第一节的说话，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一人就会枉然警醒，安然努力。如果不是又说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会枉然警醒。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们看到原来事业的成功、工作的成就，不是单单要勤奋努力、尽忠职守，更加重要的是神自己的祝福、神自己的恩典。第三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还有儿女在身，是要使到我们的子女能够承继信仰。今天每一个做父母的人，我不知道有天下父母心，你一定会为你的子女留钱。刚才我们真的正有你的子女跟我说，你要将钱留给子女。其实有哪个父母不会这样想？我个个都为女子女留钱的，也都为子女留产业的。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喜城教会有位弟兄，他在很早的时候，你有四个儿女，我已经买了四间屋了，所以每一个那些女的最小的女的有三岁，他已经买了一间屋给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为子女留钱留产，但我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为你的子女留下信仰？我这个是很严肃讲的说话，有没有为你的子女留信仰？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已经做到万年啦。佢喺树向百姓宣告一句非常重要嘅说话，佢俾百姓嗰班跟随佢进入迦南地嘅百姓一个咁嘅选择。如果你哋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嘅，你今日可以选择要侍奉嘅。之后佢好严肃嘅自己宣告话：指我。我的家必定要侍奉。
我呢句説話都成為你個説話，而我和我個家都必定要侍奉耶和華。主日係我哋敬拜神嘅日子，翻返教會敬拜嘅日子。我請問下我哋當中做人父母嘅呢一日，你睇邊處？如果我哋喺呢個應該敬拜神嘅日子，我哋翻返嚟教會，我哋唔看重信仰，請問你有咩資格叫你個子女翻返嚟教會信耶穌咧？你講咗有冇呢個說服力咧？你講啦，個子女會聽你話，會遵從你話冇咧？所以我再強調話，每一個主日請我哋記得，我哋一定要翻返嚟崇拜，唔單單自己。全家都要嚟。如果我哋咁样行，咁样做，神俾我哋嘅应许系：你求过，我就必应允；你呼求咧，我就必再听再嚟。愿神自己赐恩，祝福你个话语。我一直同心祈祷，天父，我哋感恩今日你通过咗你自己个仆人先知以赛亚嘅话，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提醒。但系神今日你俾我哋每一个人都重思我哋信仰嘅生活，俾我哋知道我哋真系在神面前要重新去检讨我哋自己对神、对主人嗰种嘅态度。巴不得神啊，你俾我做一个合乎心意嘅人，行在神你自己旨意中嘅人，一个蒙恩蒙福嘅人。但系神祝福我哋，我哋将一切交托，你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好啦，阿温。我哋都請牧師為我哋一陣間個有個午餐，我哋一齊食咧。我哋有聖餐，係啊，聖餐一陣間完咗之後，我哋會有個午餐嘅。咁啊，而家我哋準備個聖餐，準備好啦，方便。啊，邊一位啊？今日要收聖餐嘅，請舉手嚇。有幾多位啊 ？OK， 請我哋就出嚟啊，聖餐。